让我们掌声欢迎吴文芳。先跟各位打声招呼吧。好的，我是吴文芳，北师大同学，你们好吗？你刚那个肺活量，感觉好像我们已经穿到那个西门町了。哦，我今天就是把这边当小巨蛋在唱啊。哇，很正常啊，因为这里有9层楼有。哦，真的。还有二楼的朋友有吗？二楼的朋友，哎，拜拜。这是什么意思？小巨蛋不是都会有这个吗？哦，升降舞台是不是？啊，文芳，我们有个要求想要问你，因为你难得来这边，所以我们可以跟你拍泰利德吗？等一下有两个朋友。那我要收钱哦。可以啊，你敢？开玩笑，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可以吗？两个同学，哎呀，太棒了，我们赶快抽出来。
来，一张我们索取50块。所以在场的同学都是几年级的同学？都有。二年级还是都有？一年级也有。哇，一二年级的同学，哎呦，我抽到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科目的戏，叫做我最讨厌数学。我不是讨厌数学系，我是数学很烂，不好意思。好，这个系就是音乐系。哎呦，是二年级的意思吗？对，音乐系二年级。对。然后这位同学姓陈，他叫做巧轩。哎，是你吗？他终于没反应了。他的脚是被踩到吗？对啊。还是你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好，巧轩。要说哎、欸。好，那我要继续抽。好，抽。哎呦。好，这个是未来非常有愿景的一个科系，教育系一年级。哎呦，然后这应该是男同学对不对？这是李景环，圆行，李静元啊，李景元 U104-01123 对吗？好，那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拍照。林景轩啊，哦，林景轩，哦，是不是？好，还有刚刚我们不是有抽出一个拍立得吗？我们刚刚跟你讲一下状况，我们刚刚抽出一个拍立得，就是他们的副总召抽到，就副总召说啊，我要捐出来，所以可以请你来帮我们抽另一个。好，我们要抽出我们的这个刚刚的拍立得奖品，这个不是跟他拍的拍立得，是一台拍立得。这么好？对。啊，那我也想要。那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好，这个是三八苹果。这什么戏啊？史蒂四。史蒂四哦，李宁宁。宁宁在哪里啊？为什么要捐出去？副总要直接说帮他。那捐给我好不好？他不要。李宁宁说不要。来，这个也是史蒂二年级，然后郑玉璇。有吗？同学，送给我好了啦！你们都不要。对呀、啊。真的是啊，也是哎，中语二年级，谢慧婷，有吗？慧婷。哎，你们有哪几个不要捐出去？谢慧婷在哪？慧婷啊，慧婷。你还没有？慧婷，怎样？慧婷要吗？慧婷要留吗？要不要？你说话。捐出去好不好？慧婷，好，慧婷捐出去。是因为他们都是干部的关系吗？哦，好，这个是广共，公共啊，广共，公共三年级黄真玲同学，喂，哪里啊？真玲在哪？这边。又捐出去。那你们一开始就不要投进来就好了。对啊，真的是哈。没有，这他们只是想测试今天的运势怎么样。有被抽到，他等下就要去买那个。抽乐透。对。中语系三年级王柔毅同学。要捐出去对不对？不然这样子，好，我等一下再抽，好，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抽。好。我研究一下。OK， 这个先还你。不要再放回去哦。重点，不要再放回去，不然我们要重抽。哦，接下来你要自弹自唱哦。对啊。好，在自弹自唱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那个谁问帮他之后的所又吓我一跳，之后的所有作品啊，或者是要干嘛的，他会放在他的粉丝专页跟大家说，对不对？对，要干嘛的也会放上去。要干嘛？你刚刚说要干嘛的？对，要干嘛之类的、啊。对对对。就是你之后要干嘛？就是其实因为我去年九月发行了我的全创作专辑，然后现在今年就是开始有一些时间好好的沉淀，就是希望可以再继续写出更多好听的歌给大家。然后当然今年上半年会有一些小小的秘密计划，例如你最近我们有太多秘密计划，我们心里受不了。你知道最近街上很多那种这些秘密计划，我们受不了。你最好不要太秘密哦。这秘密计划其实在我发片之前就一直在做，然后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回归到原始最原本的样子的我的样子。 OK， 好饶舌。对啊，你秘密计划该不是要出写真集吧？我怕会没有人买啊。哦，不会啦，你出他们绝对会买，尤其是第一排第一个赢。100本，沉默。他会买啦，而且你看他把问方这牌子放在隔壁那个位置上，他觉得你坐在他旁边。我觉得怪怪的。谢谢。
刚刚你听一听唱歌，然后才会说，哎，好听吗？好了，这计划其实就是。好了，你秘密计划，我们之后再去你的那个粉丝团看。对，我会比较近距离的跟大家接触， okay. 然后我会放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好，那接下来带什么样歌？接下来这首歌，我前面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叫做《孤独的转角》。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音乐，然后因为我看到同学拿我的就是手机上面，然后有我的名字，那个是大家通用的吗？可是我自己一个人专属的，专属的，确定？那等一下林宥嘉唱的时候也要有我的名字。
那个我去年发行我的全创作专辑叫做《混乱却美好着》，然后其实我知道现在这时代大家应该都是在网络上听歌比较多，所以其实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每一位歌手，因为网络上其实合法的那个你有买是不是？谢谢，赶快叫你同学去买好不好？但如果没有买的同学就可以到可能 KKBOX 啊或者 iTunes 上面去帮我们合法的下载点来听好不好？再来我要唱的最后这一首歌呢也是我的创作，它其实是我每次在做决定的时候都会有很犹豫的心态出现，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很多时候直觉也蛮重要的，如果你想太多的话那个机会可能一下就错失掉了，所以我就写下这首歌，然后我会在这首歌里面问大家一个问题，可大家其实可以可以什么我都还没问你们这问题等一下听歌就知道了，很简单，大家不用思考，好不好？这首歌叫《悄悄板》，送给你们。